诸国正法贤圣真，诸国正法贤圣真，直至菩提永皈依，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文思修功德，我以文思修功德，唯欲有情愿成佛，唯欲有情愿成佛。你说福德之良之果，为世间生财长寿等亦不应错误。这里又是在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又在解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说的这个福德之良的结果啊，就是世间的生财呀、长寿啊，对于这个问题啊，亦不应错误，意思就是也不要误解，对这个问题也不能误解，就是说对这个世间的，这个生财呀、长寿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过去都觉得这个是不究竟的，这个是有漏的，这是这个学佛修行的人不应该追求的，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单纯就是这样子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若方便以会相离，虽是世间；倘以会奢持，则岂可为解脱于种子之因也？如果方便和会相离啊，也就是如果我们修这些布施啊，所获得的这个世间的生财呀、长寿啊这些东西啊，如果离开了智慧，那么它确实会成为世间的有漏的善行、人天的福报，它会成为一种世间行。如果没有空性会去提升它，那么它确实会成为这个世间的世间行。倘以会奢持，则即可为解脱于种子之因也。如果呢，能够在空性见的指导下去修，在空性会的关照下去修啊，那么就可以成为解脱和成佛的因，成为解脱的因，或者成为成佛的因。下边，如宝曼论云：大王佛舍身从胡之良身，教有无量。宝曼论里面说的，佛的舍身啊，是从胡的之良身。这个佛陀呢，有色身，色身也就是包含着化身、报身，那么佛还有法身，法身呢就是要靠波的，靠这个空性慧证的，空性慧成就，是要通过修智慧而获得的。那报身呢，也就是色身啊，是要通过修方便、修福德之良的成就的，教也无量。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个教理啊，可以证明的非常的多。不次，鲁舍作事说：虽弃恶气之因，一切恶行烦恼，皆能转为成佛之因。或又说言：虽成善气之因，十戒等善，必成生死之因；不成菩提之因，
此当平心而论。那么接下来又引了这个，就是这个对方啊，哎，就是也可能是这个大乘，这个大乘的和尚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宗大师这里引出来，主要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就是你这个说法有点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这个意思提出来的，说如作是说，生气恶气之因，一切恶行烦恼皆能转为成佛之因。就是你一方面说，这个恶气之因，恶行烦恼，都能转化成成佛的因。或又说言，虽成善气之因，这个善气的因啊，就是布施啊、持戒啊，是生死因啊，不是菩提的因。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道次论看来，这是属于一种这个属于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对这个大乘和尚啊所引的经典啊，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大乘和尚他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啊，也引了很多经。那么宗大师在这个道次第论里边呢，主要是指出这些经的意思啊，并不是像这个大乘和尚所理解的那样子，而是有它的另外一层意思的。又以经说，以十等六度现行当着四摩之业。经说，经又显出。有一经里边说啊，以十等六度现行当着啊，就是对六度当着也就是执着啦，是魔之业，是魔业啊。所谓魔业，其实也就是生死，执着六度，那么六度的行为啊，也会成为生死的业。这是经里边的说法。那另外还有一部经《三印经》云，《三印经》里边说的，由堕所缘而行布施，即直戒为圣少护戒的人，彼等一切皆当忏悔。那么这个《三印经》里面说啊，就是说一个人要堕所缘而修布施，堕所缘就是执着于布施的行为或者布施的事来修布施。那么同样持戒，执着于戒来持戒，彼等一切皆当忏悔，这就是要忏悔，你要忏悔。又还问经云，尽其所有一切行之观察的分别也，无分别的菩提。这个《梵文经》里面说啊，尽所有的一切这个行为，观察，这个关于这个道理下面会有解释，就是什么是分别，无分别，就是引这个经啊，主要是要证明无分别才是菩提。那么所有的一切行，是这个行啊，是属于分别。
那么，大乘和尚呢，他引的这个三部经啊，主要是要说明这些布施啊，这些分别啊，这些啊，哎，都是属于生死之业，都是属于生死之业啊，跟成佛是不相应的。那么中大师呢，在这里是就指出了，就是大乘和尚所引的这个经啊，事实上是错解的经义，错解的经义啊，就是说这个经里边说六度是生死之业啊，这个说这个修布施持戒需要忏悔呀、啊，并不是指的是布施持戒六度的这个行为的本身，并不是说这个行为的本身，而是什么呢？而是指的是执着于这些行为，所以才有过失，并不是说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有过失。比如说修布施，哎，布施这个是一种成佛的方便，可是执着于布施呢，才成为生死之业。那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就是跟这个大乘和尚啊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大师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就分别的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么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什么呢？就是要证明布施等方便，布施等方便啊，是成佛修行的重要的因。经这个里面并不否定这些修行的内容，所以如是等不应不解。出之义者，就接下来就是这个解释经文的内容。由于恶我颠倒单着而发起行识等者，以不清净说为魔业，非为识等即为魔业。前面说这个六度等现行单着啊是魔业啊，为什么说它是魔业呢？为什么把这个六度行、布施、持戒这些说成是魔业呢？说成是生死之业呢？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恶执的基础上，就是由于恶我当作颠倒，就是恶我就是人我执、法我执，也就是在人我执、法我执的前提下去修布施等行为，所以这个布施等行为啊，就成了不清净，成了生死之业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要分开，要怎么分开呢？就是要把布施的行为和对布施的行为的执着啊，这个两层要分开呀、啊。关于这个道理呢，唯识的理论很好。唯识他用三性来看世界，那么三性里面其中有依他起，有遍地所执。依他起，比如说我们修布施行为，这是属于依他起。如果对布施的行为上产生执着，那就是遍地所执。那么这个布施的行为和布施的行为的，在布施的行为的对布施行为的执着啊，升起我执和法执啊，其实这个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的，不是一个东西的。那么经里边之所以把
布施的行为，说成这个生死之业啊，主要是从就是对布施的行为，升起我法二执的执着而言。非为十等即为魔业，并不是佛经里面并不是要说明布施的行为就是魔业，佛经里面并不是要这样说的。若不尔者，说堕所言而死，则不惜堕以所言，理应总说不实当毁，然不如是而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说要堕所言而死呢？那就不需要说堕所言而死了，直接说不实要忏悔就好了。总的说啊，你修布施，那你要忏悔，这是生死业，你要忏悔。那佛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佛经里面说的是你堕了所缘，堕所缘也就是执着所缘啊，你的心住在所缘上，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住在色上身心，住在声香味触法身心啊，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需要忏悔。所以这个就要提出说明，修次第末篇中如是大呼之理最为切要。在修次这个莲花修次末篇里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切要。那么下面呢，根据以上的道理啊，又做了一些进一步的引申，也就是说进一步的批判。若邪且迟疑，则将一切行品为之不论不得其罗或华我之相，认为有相故也。那么如果啊，你产生错误的理解啊，认为一切行品，什么叫一切行品呢？就是一些这种善的行为，一些善的行为，包括布施的行为呀、你都把它等同于，就是我执和法执啊，就是为执不在其罗及法我之下，你就把它当等同于，把它认为它就是属于，这个，把它和这个执的相、法执的相啊。法执啊，等同起来呀、认为因为它是有相，那么就是我相，就是法相，就是跟空性不相应。苟念舍此物之舍心，即念凡此二行之凡心，凡心，并如此一切善分别，皆是执三轮之法我执。则诸得法无我见者，当如嗔慢等而灭一切种，而为定理，不可为彼一之也。那么，假如你把一切善行啊，都当作是我执和法执，把布施等一切善行啊，都等同于，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我们修布施的时候，苟念舍此物之舍心，比如说我们修布施，我们要有舍心，那么这个舍心我们肯定是要有的。这个舍心要不要有呢？在修行的过程中，肯定是要有的。即念凡此二行之凡心，那么同时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不断要防范了自己，要防范自己的不善的念头啊，这种防范的心理啊，并如此一切善分别，这一切都是属于善的分别。修行中这种善的分别啊，我们是需要有的。
那么这种善的分别啊，这种善的念头啊，皆是执三轮之法我执啊，那么就会你会把这些善的分别、善的念头啊，都会等同于法我执，就是善的行为、善心、善念，哎，你就会都会把它等同于法我执，也就是法执的我执、法执。但事实上，善心善念啊，和对善心善念产生的这种我执、法执啊，这是两个东西的，这是应该分开的。其实佛经里边只否定我执和法执，并不否定啊这个善心和善念啊，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呢把它等同起来呀，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啊？则得法我法无我见者，那么因为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就是要干什么？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破除我执法执啊，就是要瓦解我执法执啊。那么我们在瓦解我执和法执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同时也要像对待嗔心慢心一样，把一切善心和善念，包括布施的这种善心和善念啊，也都通通的都断除呢？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得到法无我见的人啊，其实他并不，他跟这种成就这种善心和善念，他并不矛盾，并不冲突，并不因为你得到法无我见，然后就把所有的善心善行啊，通通都破除掉，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有点复杂一点啊。你们听了可能转不过，转不过来。那么这个是隐身之一，你们要不太清楚，可以看我那本书里边有关于隐身一、隐身二的说明，你们要看一下就会比较清楚一些。那么接下来还是按这个道理做进一步的隐身的批判。若将此为慈想之一切分别，皆属分别三轮之我法执啊！如果将这样一些善心善行的这样一些想的一些分别，就是一种善的分别了。哎，其实这种善的分别，在我们修学佛法中啊，如理分别、如理思维啊，其实不管是解脱道啊，还是大乘啊，都是非常的重视这种如理的分别和思维啊。其实呢，这个是正在修学佛法中是必要的，是必须要有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呢，如果按以上的这个推理啊，说为这个布施等啊都是魔业的话，那么现在这一切分别皆属分别三轮之我法执，你把这些善心善行啊也都等同于就是法我执，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很严重了。什么严重呢？则以善知识功德即念即痴狭满大意等，必念死十二气苦即归一，从此业生此果，修慈悲菩提心，一行菩提心之学处等一切修学，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道次第的过程中啊，我们要需要做很多的如理的思维，因为道次第的特点啊，它整个就是通过这种观察修的这种心理玩心理引导啊，来完成整个佛道的修行啊。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它离不开思维分别，同时呢它也离不开这些布施啊，这个各种善行，离不开布施的善行。那当我们在做这样一系列的思维的时候啊，我们在想着持者持也，这个想，我们思维善知识的功德，思维想满大义，念死无常，这个我们在想着这样一些思维，通过这样一些思维啊，能够这个产生啊这样的结果，持者持也，就是能够产生通过这样一种思维，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善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思维的过程中呢，对于这些法义的思维中，思维的过程中啊，我们认识到，思维有哪一些功德，我们不思维有哪一些过犯。那么这个整个修行啊，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些思维的基础上，通过如法的思维啊，最后呢才有可能就是对这些法升起极大的信心，最后才有可能对这个佛法升起极大的信心。那么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把这个分别啊，分别思维以及这些菩提心啊、菩萨行啊等同于法我执啊，等同于法我执啊，那么我们在思维的这个法义的过程中啊，随着我们对这个法义的思维啊，是不是我们的法我执也随着增长？因为他们是等同的。比如说我在修布施，布施修的越好，那么我的这种我执是不是越大？我的法执是不是也越大？如果按这个大乘和尚前面所引的观点，就是把布施等同于法我执，那么布施增长，那么法我执一定也会随着水涨船高。思维的增长，那么执着也应该随着增长。那么宗大师这里所要做的，就是说要把这个思维分别和人我执、法我执分开，要把布施等方面的行为和人我执、法我执分开，这两者啊必须要分开。佛经里面他所否定的只是否定人我执、法我执，但是他并不否定这个法的本身，也就是破执着，破自信，不破法。其实整个佛法的这个像中观啊，讲无自性空啊，其实都是属于一种破自性，不破法。又因法无我修极喜大之决定，则彼道之决定见事微小。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当我们在法无我，就是一种见啊，这种见如果越来越成就，越来越坚定的信解啊，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菩提心啊，我们的菩萨行的修行啊，就会越来越，就是按如果按这个道理来说，法无我见这种见的成就啊，那么应该会导致这个，就是按这个，如果按前面的，他这个主要是按这个前面的这个大乘和尚的这个观点来看的，不是正常的观点来看的，因为如果说这个菩提心啊、菩萨行啊、方便等行啊，成长，那么这个法我执啊，也会随着增长。那么法无我见成就，是不是意味着？当我们成就这种法无我见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布施等善行啊，就会越来越微小了？那反过来应该就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行和见上的冲突，见提高了，正见提高了，那么这个行啊就会萎缩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前面如果根据这个大乘和尚这个所引的经典的说法，因为他把这个就是这种行和执着绑在一起，那么现在把执着破掉了，那么这个行是不是也随着也就没有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法无我见如果升起，那么法这个人我之法我之一定会被破掉。那么随着人我之和法我之被破掉，那么是不是说这种布施等善行啊也随着被破掉呢？也同样被破掉呢？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行和见是不会冲突的，所以行，所以根据前面的观点呢，就会造成行和见的冲突，事实上行和见是不冲突的。所以如含乐之相为，如果根据这个前面的观点啊，大乘和尚的这个观点啊，那么就会造成这种行和见的，就像冷和热一样，造成极大的这个对立。因此二者无生猛力恒常决定了之的地位，那么这两种就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决定的关系。事实上二者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如果根据这个大乘和尚的观点呢，那么这个行和见两种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决定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就变成这样了，就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进一步的论证，在成佛的修行里边啊，其实这个二者是不相违背的。是故如以果实所得之法身与色身各不相违，则以修道时亦悉以二我相之寄托，悉无微尘许之细论秉身决定。就是所以如果在就是从成佛的，从我们成佛啊，成佛成什么？成佛就是成三身四智。这个三种身呢，简单的归纳为就是法身和色身。那法身和色身啊，这个二者会不会冲突啊？啊？佛的法身和色身是不会冲突的，法身在法身上显现色身，这二者是不会冲突的。那么这种不会冲突的修行啊，在因地上，在见上，在因地的修行上啊，必须要具备有这样的一种不会冲突的见。只有你在因地上具备了这样的一种不会冲突的见啊，那么在才有可能成就啊不会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如果你在因地上你的见就是冲突的，那你又根本就没有不可能成就这种无上菩提的这种不会冲突的结果。所以呢在因地上修道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要对于二我相执的寄托，二种我相执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就是人我和法我啊的相，悉无微尘许之细论，也就是必须要你要彻底的扫除啊
人我的自信和法我的自信，认识到彻底的认识到人无我和法无我，认识到一切都是没有自信的，认识到一切都是没有自信的。定生决定啊，你要产生决定的性觉啊，认识到一切都是没有自信的。这个中观中论，这个系统呢，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理论就是讲缘起性空，它的知见啊，就是讲无自信，破除自信。那么要对这个无自信的这种正见，对这个无自信空的这种中道的正见啊，要升起坚定不移的信觉。我们要通过对每一个法进行审查，你看看有没有哪一法有自信的。自信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独存的东西，独自存在的东西。你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东西是独自存在的。没有哪一个东西啊是独自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一切法无自信，你需要通过分析从内在的身心到外在的世界进行全面的审查。审查的结果你会发现呢，没有一个独自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无自信的空性见。以从此生死即以此由此功德过患等引起定觉，二者不相违也。彼亦以根本之见抉择二谛之理，何得自哉？就是一方面要了知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的，同时呢还要了知一切缘起因果，从这样的因能够产生那样的果，然后这个因果里边啊有善的因果，有不善的因果，同时在这个善的因果里边和不善的因果里边啊，有功德有过患，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对这个缘起的因果啊，我们又要深信不疑，而且要丝毫不爽。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彻底的了知一切都是没有自信，丝毫的自信都找不到了，世界上的一切法找不到任何的自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承认，就是要了知缘起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有因必然有果，而且这个果呢在这些因果里边啊，有善的有不善的，善不善的因果啊会带来不同的功德和过患。那么对于缘起因果的现象也要引申引起定觉啊，也要产生这种坚定不移的信觉。这就是中观见哦，这就是中观的正见。二者不相违也，就是无自信和缘起的往南毕竟空和往南有，往南有和毕竟空啊，这个二者是不相违的，缘起和性空，性空和缘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是不相违的。彼亦以根本之见抉择二谛之理，何得自在呀？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我们就会建立起，我们就会活得这种根本的正见，中观的这种根本的正见。那么这种根本的正见的活得啊，是通过觉得对二谛，对二谛的观察，就是熟谛和真谛，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者世俗谛，二者圣义谛。这个世俗谛呢，世俗谛主要是指的就是一切因果缘起的现象，
圣义谛呢，就是显示的一切都是空很没有自信的。那么一切法主要也就是这样的两个方面，所以佛法呢把它分为就是熟谛和真谛，世俗谛和圣义谛。所以我们通过这二谛的抉择啊，就能够获得这个中观的根本的正见。以教理证之，接下来用教理来证明。以一切事出世法之本体中，决定无有成起之自性成就，而安立胜利之量。以因果法亦丝毫不爽毫厘，别别决定安立因果名言之量。以教理证之，从这个教理，这个佛法的这个证见来说，教理上来看，以佛法的这个教理啊来看啊，以一切事出世法的本体中，不管是世间的法还是出世间的法，抉择无有成喜之自性成就，就这样，你要用智慧去观察，要认识到没有一点点的自信，没有丝毫的自信。而安立胜利之量，就是安立这个胜利地，安立胜利地。以因果法亦不爽毫厘，别别决定安立因果名言之量。那么从因果不爽的角度，从一切法的差别的角度，安立一切这个名言概念啊，那么这就是世俗谛。二者彼此互助，其成能损所损也哉。彼此若得决定，则可称为通达二谛之意，即得佛意者也。就是胜义谛和世俗谛啊，这个二者啊，它是相辅相成的，无自性空，所以才能成立这种缘起的假象。因为是缘起的，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呢，它才是无自性的。因为无自性，所以呢，一切存在啊，都是因缘的假象。所以这个缘起跟性空，性空跟缘起啊，它是彼此互助。其成能损所损也哉，怎么可能会互相这个损害呢？不会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见呢，主要也还是帮助我们来成立这种空性，这个空性慧，慧和方便啊，它是不会冲突的，它是不会抵触的。彼此若得决定，则可称为通达二谛之意，即得佛意者也。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见能够升起决定的性觉啊，那么就可以称为是通达二谛的意，你就可以称为你已经通达了二谛，同时也你也真正了解了佛陀的本法呀。那么接下来就是对第三经义，对第三个经的解释。彼经尔时是观察生住等时，说时等于真实不生，为分别者为是安立之意，非说不依彼等而当弃舍。此修次末篇中说，这个经里边说，这个观察生住，这个观察生住啊，
这个观察深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从这个缘起法，从这个缘起法来观察，观察这个布施的行为呀、啊。这个布施的行为，他有没有自信呢？啊？布施的行为也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布施的，你产生这个布施的行为的这种身啊，其实如果从自信来说，这个行为的身本身当下就是布施的，所以说其实它是没有一种，没有一种属于自信的这样的一种布施行为，没有一种布施的这种自信的行为。那么这个所谓我们把它叫做布施，把它叫做持戒，或者把它叫做忍辱，就是任何一种行为啊，事实上呢都只是这个因缘的假象，就是我们学，如果我们学中观见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的，就是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因缘的假象，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哎，它不是自信的存在，哎，它是因缘的，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因缘的假象，所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个中观的开头就是八度：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不长亦不断，不移亦必不异。这个就是说这个布施，不生，说它没有自信的生，说它只是一种因缘的假立，但是并不是说，不要修布施，并不是说不要修布施，此修次末篇中说，这是修次末篇里边说的，以一分道品而不足也，因为一分道品而不足，就是这个。还是方便一会呀、啊，是两个方面，修行要从两个方面。如果修一分的话，修方便或者修会呀、啊，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下边也还是在证明，这个方便一会，缺一不可。即经论一引，离善小方便之菩萨，不应以甚深法性精进勤修啊。说这个离开善小方便的菩萨，不应以甚深法性精进勤修。就是如果这个偏修空性慧啊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善巧方便，作为菩萨呢，必须要先要记住，要具备善巧方便，不应该是单纯的修啊，修空性。密密布施一经一引，善男子譬如烈火从因而燃，因若无者，则当熄灭。如是从所言而心燃，若无所言，心则即灭。善小方便的菩萨以清净波罗蜜多了知即灭所缘，以善根所缘亦不即灭，以烦恼所缘亦不生起，以波罗蜜多所缘亦为安住，以空性所缘亦为观察，以一切有情之大悲心以所缘亦观也。为于喋喋所说无言有言，悉叹喋也。这个秘密不思议经里边说善男子啊，譬如烈火从因而燃，这是讲缘起。我们修空性，了知一方面这个要了知无自性，但是呢，我们更需要知道缘起，就是整个修行啊。它就是一个缘起的过程，整个修行甚至见性
它都离不开缘起。哎，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空性，在这个生意地中啊，虽然是一切都了不可得，但是在这个缘起的，在这个缘起的因果中啊，我们还是要很清楚，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该取，什么应该舍，不要因为啊一切都是无自性，我就可以无所谓的，不是这样子的。叫怎么说呢？叫什么？这个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实际理地不立一法。叫实际理地啊，就是在空性里边啊，它是一法不立的。但是在佛事门中是不舍一法，是一法的不舍弃啊。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哎，这个两个方面啊，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偏一空，但是也不要住在有上，哎，不要因为认识的空性就否定了缘起因果。也不能因为认识的缘起因果啊，我们就住在缘起因果的相上，不懂得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些法的无自性啊，而执着于缘起因果的相，都是不可以的。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认识，要通过缘起啊去了知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是从所言而心然，若无所言，心则即灭。这个火要有因，我们说火要燃烧啊，必须要有柴火或者要有汽油。同样，我们的心的身体要有所言。哎，你看我们学习这个整个道次第论啊，一步一步的心理引导啊，其实也就是利用一个缘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通过思维三个道次，哎，来帮助我们佛的这种出离心。哎，我们思维通过对想满人生的思维来帮助我们佛的迫切的修行的心。我们通过对如母有情，哎，知母念恩报恩，来帮助我们身体这个慈悲心，升起菩提心。那就是说，任何心情的升起，心是缘起的。即便我们要通达空性，它也离不开缘起。如果没有缘起啊，没有特定的因缘啊，你也别想见到空性。所以开悟也要有时节因缘啊。如果没有时节因缘啊，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缘起，这个的重要性。我们要通过缘起对这个法的了，对这个法的这个它的缘起，我们有充分的认识之后啊，来改善我们的生命，来完成我们的修行。若无所言，心即即灭。如果没有言的时候，心也不会升起；没有任何言的时候，心也不会升起。上小方便的菩萨以清净波罗蜜多了知清净所缘。了知即灭所缘，这些善巧就是具有方便善巧的菩萨啊。那么以清净波罗蜜多修，以清净的波罗蜜多啊，能够了知即灭所缘，通过波罗蜜多啊，这个通达空性，通达空性也就是即灭所缘。以善根所缘亦不即灭，那么善根。
对于善根的所缘啊，是不停灭，它需要善根需要升起，需要修，而不是要把它熄灭掉的。哎，善根要修，包括菩提心啊、菩萨行啊，都是要修的。所以以善根所缘不熄灭，以烦恼所缘亦不升起啊。当我们缘烦恼的时候，以烦恼作为所缘的时候，怎么样？就不要让它升起，要用智慧去关照，而不是随着它跑。以波罗蜜多所缘亦为安住啊。波罗蜜多的所缘呢，你要安住在说，安住在这种觉性，安住在智慧里边。当我们以波罗蜜多作为所缘的时候，我们要安住，要安住在波罗蜜多的波罗，波罗的这种观照之中，用波罗的智慧去观照一切。以空性所缘亦为观察，哎，我们以空性所缘的时候，我们要善于观察空性，怎么样观察空性？哎，从这个文字波罗到观照波罗，然后到实相波罗，怎么样？我们用波罗用这种正见啊，怎么样照破我法二执，然后呢，通达空性。那么这个需要亦为观察，要善于抉择，善于抉择。以一切有情之大悲心，以所缘亦观也。对一切有情啊，升起大悲心啊，以有情作为所缘啊，那么也要观，要通过观察，要通过观修啊。为于别别所说无言有言，悉判别也。所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哪一些是有言，哪一些是无言，我们需要判别，就是对各种境界啊，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不是一概而论的，对不同的境界啊，要有不同的这个，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要不同的对待。如是以烦恼及执着之缚悉缓，邪处之神悉紧。对烦恼啊，我们被烦恼给绑住了，被执着啊给绑住了，那怎么办呢？叫缓。这个缓啊，就是一种彻底的放松解脱，就是要不要被这个，就是要放松，因为执着就是一种执在这个相上，现在就要把我们这个对烦恼的执着啊，倾注在这个烦恼上的这种注相，这种注的注和执着的这种心啊，要放开，缓就是要把它放开，要把这种执着给放开，不要注在上面，不注在上面嘛，这个烦恼啊，自然也就这个执着啊，自然也就解开了。邪处之神悉紧，那么邪处也就是戒律啊，对待戒律啊，要紧，要认真，要严格的对待，要严格遵守。敌性之恶罪悉坏，敌诸善业则不悉坏，故以邪处激素以为着相之故，二者不同。性罪呀、啊、色罪呀、啊、我们要坏，坏也就是这个不要犯这种戒，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心念升起啊，我们赶快要把它对治，要把它破坏掉，不要让它产生。敌诸善业则不惜坏，如果你升起善念啊，或者升起产生善业啊，这个不需要坏，这个而是要让它增长，要让它增长。故以邪处激素以为着相之故，二者不同。那么邪相，这个邪处的激素，就是我们少戒，我们持戒啊，我们会觉得有一种这个束缚，那么对戒的这种束缚啊，和对
我们执着的事物之后，这个事物对我们产生的束缚啊，这两种束缚是不一样的。我们持戒所产生的束缚和我们对事物的执着之后所产生的束缚啊，对这两种束缚啊，你不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持戒的这种束缚对于学佛的人来说它是必要的，它是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而我们因为执着所产生的束缚啊，这种束缚呢只会给我们制造烦恼，它是制造痛苦，所以不可以同样的对待。少戒而反，即我执之缚而反，二者亦不同，外以解脱等义，一应善为观察。我们通过少戒啊，来使自己的，使我们自己啊，从这个不善的相续里边走出来，就是和这个，就是我们对待我执的束缚啊，我们也要反。这个两种反呢、是不一样。少戒反，当然这里的反就是放松的少戒了，是指的是放松的少戒。我们放松的少戒和放松这个对我执的束缚之后，我们要把它解开，这种放松，这两种放松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放松是不一样的。就是少戒的放松少戒，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放松放开我执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修行应该做的，放开我执啊，这是我们修行就应该做的。所以同样是反，但是呢不一样。外以解脱等义，一应善为观察。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要善为观察，什么是坏，什么是解脱。莲花界二舍离，破不作意之离者，为助于抉择圣义理之见上，亦于任何亦不作意，专作一气而修，非其所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这个方便以会啊，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是除了就是要成立方便以会啊，成佛缺一不可，然后整个就是围绕的要破斥两种东西，一个就是破斥就是这个不分别，以分别啊作为这个是修行的过患，这是要破的，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要破的就是方便，破的就是要破的就是这个大乘和尚啊吼令方便。第一要破的就是这个大乘和尚啊吼令分别的修行意义，第二要破的就是这个大乘和尚啊否定这个方便的，否定方便。那么认为呢，这个不分别，就是还是修行之道啊，这个也是我们本论啊所要破的。但是莲花界它是不是也承认这种不分别不着意在修行上有它的意义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莲花界啊，莲花界二舍离啊，它也承认莲花界二舍离破不着意之理者，它也为助于觉得圣义理之见上，一以任何亦不作意，专注一气而修，非其所破。就是说当一个人修行住在这个圣意上啊，住在圣意上的时候，
那么对别的东西都不作意呀、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不作意呀、啊，这个莲花界二合一是不破的。哎，就是在要在气度空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不分别啊，这个莲花界啊，它是不破的。若非助于胜利，觉得胜利理之见而心不行动，任何一不分别而助维修空性者，是所破也。如果不是助于胜利的这种见，就是什么叫助于胜利的见，就是要通达空性的当下，这个时候所起的空性正见啊，只有这个时候可以不分别，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分别。那如果不是这样啊，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而心不行动，那不分别，哎，认为什么都不要分别啊，就是修空性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莲花界二合一要破次的。此事显密皆同，这个道理呢就是显中密中啊都一样。然显密二中以分别为观察矣，以修以彼修习有如何共同与不共同之理者，下文当说之。那么在显密二，在不管是在显中还是密中呢，也都重视在修行先要从分别闻思入手，通过闻思分别啊树立正见。那么这一点啊，不管是显中还是密中啊，都是共同的。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啊，那么进一步呢就是怎么修。那么在下面呢就是会做进一步的说明。感觉这一段蛮复杂吧，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是蛮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不仅对藏传佛教啊有现实意义，对我们汉传佛教啊也是很有意义。我想大家听下来啊，可能对有一些地方啊可能还会有一些稀里糊涂的成分。发给你们的这本书里边，菩提心理道次第里边，其中有一篇方便与慧成果缺一不可，你们可以好好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围绕着这些文字来说啊，也就是因为有一些文字翻译的比较拗口，我们现在这些几个道次第论的翻译的版本事实上不是很理想，我还要华真法师翻译的那个广论比这个略论还要拗口的多。那这个略论呢，这个翻译的也有不少地方啊，这个语义不是很清楚的。因为当年大云法师他翻译这个道次第的时候，他学的也不是很长，学藏文他也没有学很长时间。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有参照那个有一个叫邢树之的。他也有一个道次第论略论的译本，参考着看，就是才能把有一些地方读通啊，或者要把它读通也是不容易的。总之大家多看一看，通过这样的解说了之后啊，大家呢如果用心多看几遍啊，还是能够看得懂。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去学习。比如这个问题就是方便与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学习这些问题啊，对我们修学都是启发很大的，包括我自己在讲道次第论的过程中啊，对我的启发也是很大的。今天礼拜几呢？14。礼拜四啊。看安排一个时间啊，给你们烧菩提心也是啊。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啊？啊？你们有没有哪一个人不烧啊？啊？大家都烧吧。啊？我看明天下午可以给你们扫，礼拜五的下午，你们上午还是上课，下午给你们扫。哎，你们把那个仪轨先，大家先熟悉一下。这个在我们汉传佛教啊，也是，反正根据我了解到的，应该是开天辟地的。哎，所以这个因缘很难得哦。哎，到的时候在大殿里啊，还要准备一些供养啊，供火啊。这个你看，我们刚刚写的是供养太烈，则菩提心不生啊。你们好好准备准备，要以这个殷重的心来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愿一起功德，愿一起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